咱们看看洛杉矶这个大东谷 Eastvale 的这个商业广场，这边呢是大华的超市，大华超市旁边呢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美食广场，还有商业街，然后那边呢还有一大排的各种饭店，还有各种吃的，然后咱们再转到这边呢，就是 Costco 超市在远处的。今天这不是在东谷这边看房吗？到了傍晚了，中午饭都没吃，所以呢，这不是有个大华超市。就赶紧的找点吃的，你看这大华超市多干净整洁，很漂亮。然后它里面有卖各种，盒饭呢、凉皮儿啊，就是还有面包啊，什么都有。你看我买的什么？首先呢就是这个青柠茶，这个1块多。然后你看这个凉皮儿准备带回去的哈，6.99。然后我这儿还有个盒饭，7.99还是8.99，不记得了，就是凑合吃一口。有这个西红柿啊，有排骨啊，蛋炒饭。这边呢，就是挺方便的，什么东西都有了，而且会越来越多。